团子，你释放开麦了吧，团子。我刚刚在抱狗呢。好的。我们家狗洗澡了，我刚刚把它抱了一下，抱了一下狗，然后你们三个聊的还挺痛快，挺开心的吧？看来是。老痛苦了，我们都快打起来，就等你来调节一下了。你们嘎什么嘎？你们不是聊米线聊的挺开心的吗？哦，你戴耳机了是吧？没有，他吃凉的米线都心疼他。你心疼谁呀？泡博呀，吃凉的米线。你怎么谁都心疼？你怕是个中央空调吧你？他是个温渣男。渣男。渣男，谁都温暖，就是个渣男，男女都通吃。我是该渣的时候我渣。该扎的时候你扎，你任何时候都不该扎好吗？你这话一说就很危险。该扎的时候，什么叫该扎的时候？什么时候该扎？该扎？什么时候该扎？什么时候该扎？你为什么要扎人？什么时候扎？青宇这句话一说，其实我就觉得他扎不了人了。为什么？他肯定经常被扎。你看吧，他经常被扎，为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太善良，因为不好意思，他曾经就扎过他，是吧？就是他说这句话出来，就说明就是他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之前，他要想，经常扎别人的人不会去想，不会替别人去。扎一下，扎一下。行了，跟你说，相当没有说服力，我的天。啊，没有说服力吗？听了个寂寞，寂寞。真的是好没有一点说服力，毫无力度，好勉强啊，是吧？是的，我觉得浩博真的是一个直到不行的一个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跟别人跟他开个玩笑，他正儿八经的把这个事情捋出来跟你说，这个事情不行，这样子不行。就好比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要去你家，说我去你家喝水，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跟他来一句，不行啊，你这么晚了要回家呀，对吧？就类似这种，你会不会这样啊？啊，我会直接帮他点外卖，来我家太难。哦，这样吗？对，点外卖不是快一点吗？对吧？还不用搭车。不是，问题前提是你们两个刚约会完，然后到想去你家看看，想去你家喝杯咖啡什么的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？我家没有咖啡。水也行。水也行。凉白开的话。凉白开。别人全靠口水度日，没有水，家里有时候咽口唾沫渴了。太直了你！我可以帮他买矿泉水，可以帮他买矿泉水。不是，因为团子的意思，水不是重点。对，水不是重点，是他想去你家。对。我打一肚瘾，在想什么呢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我爸我妈那，我家那时候，我爸我妈跟我住一起，你知道吧？哪方面还出去？有事出去说，有事出去说是吧？还真有这种人，还真有女孩子要去你家，你暴露了。是的，这波直接倒钩了，深水炸弹啊，乱玩的花呀。这一波原来浩博还是艳福不浅呢、啊、看看比青宇好多了，都二十多年了，还那个什么比啊？哦，你是说他感情经历比我好多了是吧？可以，我没有实战，但是我理论很强。理论没有实。这个话一说就是基本接近，眼泪流出来。不是，你们的重点不应该是在理论很强吗？你非要揪着没有实战干嘛？哎呦喂，理论你是上哪学的呢？理论就那没见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。放哥，快点橙子放哥。如果你对吧没有地方实践，那么你该如何解决这种方式呢？没有错，来 music 上音乐 music。 我承认我去过夜店，但是刚进去就受不了，里面居然没有书，没有知识的海洋，五颜六色的灯照来照去，那些人好粗鲁，好像很屌的样子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发现那里并不适合我，所以我就把果盘吃了，就回去看书了。只有学习让我快乐，只有知识让我爆满，只有文化让我充实，只有两学一做才能让我进步。哟呼！
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，哎呀，哇，这样就疯，这样就疯了，要被打了，我跟你说。